都市信号是由金剑蓝酒特约赞助播出。我要走了，你的一切我会永远记住。交给你了，明生，我永远都会记住你。明生，我保重啊！我会保重的了，而且我仲会好开心添。衰嘢，走晒2004，大把世界啦！为咗做嘢，我可以瞓得好少，肌肤就唔得啦，啲细纹即刻出晒嚟。Olay Total Effects 多元修护精华素，含花青胶线同 Pro Retinol 立体交叉修护肌肤，4星期减退细纹，令肌肤又滑无瑕。冇晒细纹，就算唔够瞓都 keep 住咁滑咁靓啦 ！Olay Total Effects 多元修护精华素。过新年要买贺年糖果，梗系去优之良品啦！有过百款糖果任你拣，形形色色，款款出色，一定啱晒你同我。贺年糖果添喜庆，优之良品贺年糖果。啊乜嘢啊？除衫啦！你抵唔到而家做紧苦情戏嘅咩？做戏啊做戏啦，叽叽嘎嘎。喂，你啊，唔好食嘢咁大声啦，细声啲啦，得唔得啊？唔该你啊，呢个道路啊，啊，够够够，带佢，你。德国威劳士，巩固健康生活。7年啦，由法国到中国，始终都揾唔到 Sarah。我再翻到起点，我出世嘅地方。佢就系10年前嘅大师兄，传说佢离开系要品尝世上最好嘅酒。呢一秒，我望住佢，佢仲系咪10年前嘅佢咧？华夏长城干红，祝天下有情人猴年万事如意。而家去街，连香水都唔使搽啦。傲雪梦幻海马沐浴露，公和堂特约，回首2003两岸经纬，系由公和堂、美元发彩及怡和山庄广州的怡和园联合赞助播出。挥手，热气走，公和堂龟苓膏。欢迎收睇《回首2003两岸经纬》。2003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亦都是中国人经历悲喜交集的一年。咁起嘅咧系中国自行研制嘅载人飞船神舟5号，载住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顺利完成中国人历史性第一次太空之旅，一圆几千年嘅飞天梦。咁而悲嘅咧就系一种闻所未闻嘅致命传染病沙士出现喺广东，之后迅速蔓延到全国多个省份、香港、台湾以至世界。全球的醫護人員在沒有先例可援的情況之下，對抗這種致命的傳染病。
一月，广东河源市出现传染性高的疾病，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中山、广州亦都相继发现同样病例。省卫生厅二月中召开记者会，只由去年十二月开始，广东发现305宗非典型肺炎病例，五个人死亡。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好像流感一样。其后，中国疾病预防中心指病源是衣原体，世卫就认定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 SARS。 广东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恩殉职，是抗 SARS 战斗之中第一位牺牲的医护人员。世卫专家就到广东调查 SARS 的情况。在北京的记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布最新的疫情，说全国有1190宗病例，46个人死亡，其中广东的感染人数占绝大部分，40个人死亡。北京、山西、广西、湖南、四川等省市亦都有病例，但是强调中国已经有效控制 SARS， 到中国旅游工作是安全的。死亡人数有所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北京301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后来发表公开信，指北京当局在三月两会期间隐瞒疫情，受感染人数比官方公布的多。广东的专家治疗小组组长钟南山亦都不同意张文康的讲法。我们不要用控制这个字 ，control， 不要用这个字。我觉得应该是不是比较客观的用有效的遏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同张文康的讲法差不多。外界就批评两个人隐瞒疫情。四月中，国家主席胡锦涛同总理温家宝分别到广东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北京的医院视察，要求做好 SARS 的防治，又认为有必要建设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中央设立20亿元防治基金，成立全国防治指挥部。四月十七号，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指示不准瞒报疫情。三日之后，北京公布染病者达到300多人，承认之前讲37人是统计不准确，指卫生部领导处理事件不力。部长张文康被撤职，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林毅受命兼任卫生部长，孟学农亦都被免去北京市长，由王岐山接替出任代市长。全国开始统一发布疫情，并且每日通报。各个层面亦都实行措施防范疫症。全国多个省市都发现病例。四月中至四月底，北京疫情严峻，最高一日新增150多个病例。世卫向北京发出旅游警告，为了加强防治非典，北京赶建专门医院小汤山医院，七日七夜奋战起好，创下纪录。第一批150多个病人顺利入住。北京的中小学停课两个星期，人民医院要封闭，2000多个医护人员和病人被隔离，是北京第一家被隔离的单位。之后有大学宿舍亦都要隔离控制。沙士蔓延全球，温家宝到曼谷出席中国东盟关于沙士的特别会议，通报中国疫情。吴仪亦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讨论和交流防治工作。在各种隔离和防范措施之下，内地疫情逐渐受控，新增个案渐减，疫区陆续除名。五月初开始，北京疫情亦都回落。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销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并且由疫区名单之中除名。我们要把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作为加强和改善今后工作的宝贵财富。北京是内地最后一个城市撤疫区之名。台湾在三月中第一次发现 SARS 病例，一个台商由大陆返台之后发病，入住台大医院，医院一个医生发病，之后陆续出现个案，卫生署公布家居隔离措施，又实施入境旅客量体温。台北市和平医院爆发院内集体感染，几日之后要封闭，200多个病人和900多个医护人员被隔离，有人隔窗抗议，有人擅自逃走。
几日之内，医院有几十人怀疑受感染，院长吴康文后来被免职。在疫情扩大之下，世卫向台北发出旅游警告，其后将台湾列为疫区，直至七月由疫区除名。台湾一共出现674宗沙士病例，84个人死亡。入冬之后，台湾再发现一宗沙士个案，患者是一个军方实验室研究员。官方调查指他在实验室处理流出沙士病毒的垃圾袋的时候受感染。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在今年十月梦想成真。是的，载着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的神舟5号飞船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是中国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征程上面的壮举。同时对于推动中国科技发展，增强经济和国防实力都有深远的影响。2003年10月15日是中国人值得纪念的日子。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 F 火箭将载住中国第一个太空人杨利伟的神舟五号飞船送入太空。火箭冲上蓝天，在波壁大漠长空上的一团烈焰，标志着中国人展开第一次太空之旅。遥的信号正常。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的多位国家领导人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观看今次的星空壮举。长征二号 F 火箭和神舟五号飞船都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大约十几分钟之后，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预定轨道，中国人终于一圆几千年的飞天梦。遨游太空天际，遥望神舟大地，杨利伟和科研人员、军方领导人和家人展开一段历史性的天地对话。从地面观察，你状态很好，各项生理指标正常，你自我感觉如何？自我感觉良好，完毕。明白。你辛苦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良好，谢谢头脑的关心，我一定会把后续任务完成好，为我本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在太空看地球是不是很美啊？杨利伟又向港澳同胞同世界人民在太空发出和平的信息。Make use of the outer space peacefully and the benefit of humankind。神舟五号飞船用了21个多小时的时间环绕地球14个圈之后，返回舱在10月16日清晨安全降落在预定地点内蒙古四子王旗，顺利完成中国人历史性的太空之旅。这个是中国人值得骄傲的日子。不要用你啊，其他人没有人。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好，祝贺你胜利返航，你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中国的航天事业进入一座新的里程碑，这项历史性跨越的成就令中国继前苏联和美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送人上太空科技的国家，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不免引起国际间质疑中国会参与太空军备竞赛，但北京就强调发展太空科技只是会用作和平用途。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把我国首位航天员成功送入浩瀚的太空并安全返回，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征程上完成的又一个伟大壮举。
是我国航天发展史上耸立的又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人民为世界航天事业做出的又一个重要贡献。日圆飞天梦，举国欢腾，杨利伟获授予航天英雄的称号，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颁发航天功勋奖章给他，而一批航天科研工作者亦获得嘉许。在中国首次载人飞行圆满成功的背后，付出的是数以千计航天工作者几十年的艰辛努力和无私的付出，令中国航天事业得以再闯高峰，他们不应该被遗忘。热气走，共和堂桂灵糕。二和山庄，依山而建，依湖海墙，依林南景，坐拥南湖、昆明湖两湖之胜，环顾凤凰山、白云山两山之龙，独有十八栋国际高尔夫球场，五星级二和大酒店，国际化教育配套，万象皇家园林，珊瑚之上景观豪宅，现正迎候。怡和山庄，广州的怡和园。染白头发学我啦，梳啲美元发彩，逐渐变黑又得，立即变黑晒亦得，得咗美元发彩冇得弹。当日仲系水静鳄飞，唇齿相依，谁也离不开谁。今日经济信心翻晒嚟，时候总结一下前瞻后市走势。广州怡和山庄特约回首2003财经要览，今晚11点。嗰晚饮咗啲酒，谂住都掂嘅。饮咗酒真系唔应该揸车。被告酒后驾驶，罪名成立。你睇到啲咩？你已经死咗，你唔应该喺呢度出现。如果我话俾你听，我系由60年代翻嚟呢度，我真正嘅身份系成明嘅老豆，你信唔信啊？冇可能系佢。我点样嚟嘅就点样走。冇佢都唔得。我要翻去旧时嗰度啊！超越时空，超强真容。Carol 草本精华剧场《只是故人来》，再见啦！1月5号晚8点半首播。我哋终于翻到2002年啦！大家跟我去洗手啦！10秒啦，至少10秒噃。点解啊？彻底清洁先可以减少疾病传播噶。记得要抹干净对手啊！系啊，养成个人卫生习惯，洗干净对手都尽量唔好摸眼、口同鼻啊！提高警觉，防疫抗炎。大雾集优质良品糖果，大雾集款式多多，啱晒大人细路哥，每包都俾你意外惊喜。优质良品糖果大雾集原价130，而家只系88。优质良品糖果大雾集系你至佳嘅选择。民族之酿，东方红，剑南春酒厂出品。啊乜嘢啊！除衫啦！你抵唔到而家做紧苦情戏嘅咩？做戏啊做戏啦，几几格格。喂你啊，唔好食嘢咁大声啦，细声啲啦得唔得啊？唔该你啊，呢个道路啊，啊，够够够，拉佢，你。德国威劳士，巩固健康生活。水嫩净白，越敷越晶莹剔透，雪如美净白莹彩面膜。好大风啊！你当我好似巴士扶手咁样捉实，咁咪安全咯。好啊！
欢迎继续收看回首2003两岸经纬。冯诗玲，在政治方面，今年最瞩目的是国家领导层更替，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朱镕基完成五年治国任务，温家宝就以极高票当选第六任国务院总理。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揭幕，在持续一分钟的掌声之中，朱镕基宣读任内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五年经济方面成绩表是平均每年7.7%的经济增长。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在掌声之中，朱镕基完成五年治国任务，走下政治舞台。在新一届国家领导层选举之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主席职位。集成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曾庆红以87.5%的支持票当选国家副主席。吴邦国当选全国人大委员长，江泽民就获得超过90%留任国家军委会主席，比五年前当选的时候低6%。现在宣布温家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99.4%极高票成为第六任国务院总理。得票甚至超过五年前朱镕基当选总理时的98%得票率。他强调任内将会致力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两岸和平统一，话不会辜负人民期望。又引林则徐的诗表达自己为国为民的心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必祸福必趋之。当好中国的总理不容易。人大选出温家宝的内阁四位副总理分别是王谷、吴仪、曾培炎和回良玉，李兆星就出任外长。有分析指出，新一届中央政府在国内树立务实亲民的风格。胡锦涛在七一的重要讲话就明确提出三个代表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有平民总理之称的温家宝亦都有相同的作风，除了深入民间，亦都曾经探望艾滋病人。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出访，第一个国家就到俄罗斯，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在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晤，参加法国埃维昂的南北领导人会议等等，体现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参与国际事务。胡锦涛在埃维昂和美国总统乔治布殊的会面是外访的重头戏。两个人十月在曼谷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再次会面。我们也愿意通过对话解决两国当前经贸当中存在的问题。美国之前一直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见记者的时候并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有分析就指胡锦涛成功淡化人民币的争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年底第一次访美，也都进一步加强中美关系。这一湾浅浅的海峡确实是最大的国殇，最深的乡愁。这句说话表达了对海峡两岸问题的心境。同布殊会面，在台湾问题上得到回应。We oppose any unilateral decision by either China or Taiwan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and the comments and actions.Made by the leader of Taiwan indicate that he may be willing to make decisions unilaterally that change the status quo, which we oppose. 反对台独的立场，我们表示赞赏，特别是他对台湾新出现的旨在台独的所谓
各种名义的公投所表示的立场，我非常赞赏。有人形容温家宝此行俾外界留低嘅印象系真诚、开明，从落车走近群众，到喺哈佛大学演讲。总理温家宝访美曾经话唔系打贸易战，并且呼吁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为咗舒缓美国嘅贸易逆差。中国今年到美国买了超过80亿美元的美国货，包括大豆、波音飞机、通用飞机发动机和汽车等等。两国近期贸易摩擦不断，美国要对中国电视机征反倾销税，针织品进口有新配额，征中国水管关税，又对中国木家具反倾销调查，北京就企图淡化摩擦。总理温家宝的美国之行，台湾问题是他同美国总统乔治布殊会谈的焦点。主要的原因是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公投法，领导人陈水扁乘势提出出年举行防卫性公投，希望美国支持。北京指责他又搞企图进一步将台湾推向独立的行动。百几个在大陆的台商协会会长和副会长年底被邀请到北京，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今次是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组长以来第一次同台商会面，亦是台灣的領導人陳水扁提出要在明年三月舉行防衛性公投以來，胡錦濤第一次公開對一群台灣人士講到北京堅決反對台獨的立場。但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从中国分割出来。我深信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深明大义，一定会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公民投票法草案修正通过。台湾的立法院在十一月底通过公投法，内容是以国民党和亲民党提出的条文为主体，制宪统独不得公投，有关国旗、国号或者是领土变更事项，必须要在立法院经过修宪程序之后，再交由民众进行复决。但是民进党在某程度上仍然取得胜利。立法院通过行政院提出的防御性公投条款，如果台湾受到外力威胁，令到主权可能有改变，总统得经行政院会的决议，就与台湾安全有关的事项交付公投。领导人陈水扁乘势提出要在明年三月二十号举行大选的同一日举办防卫性公投。大家不要担心，明年的三月二十号我们仍然可以进行公民投票，不能够受到任何的外力这一个威胁。分析认为，陈水扁坚决要举办防卫性公投是与明年的选情有关的。陈水扁再搭档吕秀莲角逐连任，但是他的支持率远不如上任初期，而国民党和亲民党联盟连战同宋楚瑜搭档参与明年的大选，对陈水扁是有一定的威胁的。一月底的农历新年，台湾华航和复兴航空的客机分别经香港和澳门飞抵上海，接载台商返回台湾渡税，实现历史性的两岸间接直航，是两岸在三通问题上的历史性突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十月底在纽约逝世，享年106岁。海峡两岸都对宋美龄的逝世致哀。
2003年，兩岸經歷了不同的大事，有悲有喜，大家對未來有一份期盼，希望明年兩岸都會出現更好的機遇和發展。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收看，再會。一陣將會播映《廣州怡和山莊特約》回首2003財經要覽。挥挥手，热气走，共和堂桂苓膏。共和堂特约回首2003两岸经纬，是由共和堂及怡和山庄广州的怡和园联合赞助播出。一阵将会播映《广州怡和山庄特约回首2003财经要览》。民族之酿，东方红。剑南春酒厂出品，优质良品又有好介绍，就是北海道姬烧原杯，有原味和辣味，日本制造，粒粒独立包装，新鲜野味。优质良品姬烧原杯是好吃的。Daddy，Stop！细菌肆虐，令人防不胜防。点算啊？威斯消毒药水，全身高效配方，杀菌力高达99.99%。同细菌讲 ，Stop！ 威斯消毒药水，杀菌保家，信赖专家，威威。燃亮每一次共处，愉快是神。回望往昔片段，清晰逼真。情系至今有默契，结伴行，凭着你所送赠小礼品，以温暖我心。自信嚟自每日嘅维他命。我大个咗，都要好似家姐咁叻。每日一粒好啦。全身好味嘅泡泡威 jelly， 而家有得卖啦，快啲嚟试下啦！百老汇、杨千嬅、小飞侠阿童木、杨千嬅、百老汇、杨千嬅、百老汇、杨千嬅、百老汇，周围摄像数码摄录机，行行企企，数码相机，影住印数码相机同假印机，随时上网手提电脑、电脑词典，欢迎欢迎欢迎，环体变体 plasma 电视，识得拍短片嘅手提电话。其实杨千嬅系想话嚟百老汇买呢啲嗰啲指定产品，送呢啲小飞侠阿童木精品，小飞侠。飞飞飞，妈咪，你只猫咩牌子啊 ？B 加 B 蜂王浆美白面膜，白得健康，靓得天然。B 加 B 蜂加蜂王浆，内服外用更健康。饮和日本料理超级大优惠，新鲜三马龙虾刺身半价90元，特级海胆特价80元，月桂冠特价100元，鲍鱼饭特价68元。订座电话2833-6339。汇聚西方风情，凝聚东方精髓，这里融合中西风采，到澳门欢度佳节一定令你更加兴奋。澳门佳节欢迎你。口必得口腔喷雾剂能有效抑制口腔内的病菌，喷射两分钟之后，杀菌率高达99.98%，而且对咽喉肿痛、痱滋、牙周炎等效果显著，抑制病菌、护咽胀气。你喷了未啊？金燕牌红枣雪蛤，质靓好味，健体强身，尽显动人神采，仲有无糖雪蛤添。而家去街，连香水都唔使搽啦。傲雪梦幻海马沐浴露，广州怡和山庄特约回首2003财经要览，系由怡和山庄广州的怡和园及美元发彩联合赞助播出。怡和山庄依山而建，依湖海畅，依林临景，
坐拥南湖、昆明湖两湖之胜，环绕凤凰山、白云山两山之路，独有十八栋国际高尔夫球场、五星级怡和大酒店、国际化教育配套、万丈皇家园林、珊瑚之上景观豪宅，现正迎候。怡和山庄，广州的怡和园。收睇回首二零零三财经要览，赵明恩。今年本港经济各个环节都可以用大上大落嚟形容。系认真，一场沙士疫症令本港经历前所未见嘅冲击，但系喺中央政府协助下，成功转危为机。下半年经济有明显嘅反弹。完全冇生意啊嘛，因为冇人行。十一点钟开门到而家，仲有班生意都冇。咧就疫情咧就慘得很多。Probably same to them. Delay your trip for a bit. 喺上半年爆發嘅一場沙士疫症，令到本港經濟陷入前所未有嘅困境，百業蕭條。世衛組織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有購物天堂美譽嘅香港變成旅客卻步嘅地方，香港旅遊業陷於癱瘓。在未爆发沙士之前，政府原本对今年经济抱乐观的态度，估计全年经济会有3%的增长。但是沙士疫症令到复苏中的经济受到重创，第二季的经济更加收缩0.5%，是2001年第一季以来经济再度出现负增长。各行各业经营环境严峻，结业裁员比比皆是。就算连大企业亦都要面对前所未有嘅挑战，国泰航空业绩严重亏损，更加首次发出盈利警告。同旅游业息息相关嘅酒店、饮食同埋零售业困苦经营，本港通缩压力加剧。截至上个月，本港已经经历超过5年嘅通缩期。除了通缩之外，失业问题亦都困扰本港经济，失业率更加一度上升至8.7%，是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政府因应沙士推出118亿的纾解经济措施，整套措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照顾到中期保持预算案的平衡的需要。沙士在6月大致受到控制，但是特区政府跟住落嚟要面对的就是管治威信急转直下。本港经济危机满布的时候，中央政府对本港的祝福顺利将本港的困境转危为机。本港和内地官员磋商长达18个月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终于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见证底下顺利签署。有人说啊，这个安排是一份大礼，但依我看，真正的大礼是我带来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决心。仲有唔够一个星期，273种本港产品就可以优先进入内地，享有零关税的待遇，令到港商可以每年节省约7亿5千万港元的税款。另外18个行业亦都受惠，获提早撤销进入内地经营限制或者是降低门槛。
中央又落实放宽内地个别省市的居民以个人游的身份来港旅游，为本港的旅游、零售和酒店等行业带来极大的喜讯。另外，特区政府研究多时的投资移民计划亦都正式拍板，在中央多项利好政策配合下，本港经济露出曙光。鉴于现时经济回升的势头良好，我相信今年经济的表现是会比我们早前预测的2%实质增长为佳。我现时预测今年的经济将会是有3%的增长。经济有起色，评级机构穆迪投资将本港长期外币主权评级调升两级，去到 A3， 地区政府的评级更加罕有高于主权国的评级。从种种迹象显示，本港经济有复苏势头，但是本港财赤庞大的问题仍然受到国际投资者和评级机构关注。政府预计今个财政年度赤字将会高达730至830亿元。等本港经济在未来一两年是有更多喘息的空间，因此我是定落了新的目标，在2008至2009年度达至收支平衡。为了解决本港财赤严重问题，港府决定在未来5个年度共出售1120亿港元的资产套现，而今个财政年度就计划出售资产套现约210亿。刚才提到中央政府今年向香港大派礼物，令到本港经济重现曙光，而银行业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最受惠的行业。是啊，特别是中央政府落实容许给本港的银行下个月初试办个人人民币业务，又委任了中银香港做人民币清算行，为银行界开拓一个新的商机。经过6个月商讨之后，中港两地财金官员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签订谅解备忘录，本港银行可以在下月初开展4个范畴的个人人民币业务，包括存款、兑换、汇款和人民币信用卡等，并且在星期初委任中银香港出任人民币结算行。我们都理解那个开放一定是要一步步的，是吧？试办完如果是觉得那个成绩是满意的，那自然呢很多方面呢都是会继续是即是我希望呢会继续是放宽的。讲到人民币，除了本港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之外，人民币汇价问题今年亦都成为市场的焦点。内地今年经济迅速增长，但由于人民币采取同美元固定汇率，美元今年大幅贬值，变相令到人民币汇价下跌，增加中国货品的竞争力，引发国际的政治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上临近年底多只新股上市，外资热钱不断流入本港，令港元汇价由9月开始显著上升。金管局唯有不断入市干预，在市场买入美元而沽出港元，避免港元过分波动。总共入市超过50次，令银行体系港元结余增加到破纪录的280亿水平。其實就是照本子辦事，佢有資金流入嚟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會買美金放啲港元出去。當有資金流走嘅時候，匯率弱翻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會賣翻啲美金出去，吸收翻啲港元翻嚟。即係就算批我都好啦，佢成即係佢識咗我咁耐嘅，你知我人點啊？都要成兩個禮拜先批咗出嚟，嚟咁樣。點解中銀嗰度係咪有特別情況可以批快啲咧？I mean, it's unusual, but it's not unique. We already had information about him and we already knew him because he was already a director of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李國寶同簡特恆出現爭拗。事源是在年中的时候，本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主席周正毅被内地执法机构扣查，中银香港亦都被揭发涉嫌向上海地产母公司新龙海批出问题贷款。中银香港突然撤换总裁刘金宝，由和广北接替担任总裁职位，并且在短时间内得到金管局的批准，所以惹来金融界的批评，审批过于仓促。虽然中银董事长肖钢多番强调只是正常人士调动，但中银香港最后亦都成立专责委员会，就公司的审批贷款机制进行检讨。刘金宝亦都被批评要为贷款负责，因为这个这么大笔的贷款咧，应该是在他去审批的，即最后的审批权在他的手上。咁喺呢个审批的过程之中咧，佢亦都睇到两边的问题，而且他冇处理到呢个问题。
所以我哋咧就係批評佢。可以講係話，我哋係現在係好慎重咁考慮，應唔應該喺呢個香港度註冊。两山之路，独有十八栋国际高尔夫球场，五星级怡和大酒店，国际化教育配套，万象皇家园林，珊瑚之上景观豪宅，现正迎候。怡和山庄，广州的怡和园。茫无头绪，变作千头万绪。人人心怀怨恨，个个针对武则天一人。我俾嘢时间你，你去杀武则天。奉命追查真相，但系真相往往系不可告人。李仁杰，去堂！你呢个妖妇，去堂！狄仁杰奇案京都疑云，星期一至五晚十点。咁都唔戴翻个口罩，飞沫可以传播病毒噶噃。为他人着想，有病就应该戴口罩。咦，好啲未啊？无论去医院定系诊所探病定系睇病，都应该戴口罩，提高警觉，防疫抗炎。四周紫菜辣面。我最希望人人都吃我 Q 乜，是优质产品之有的，用上等靓肉和材料制成，加上真空卫生包装，口味又方便。金杯牌香肠、火腿，有名有姓，品质保证。平天护发素，长头发的营养喷。我以前不嬲短头发噶啦，留长头发真的好难，啲营养啊一唔到底部咋，发尾就会好易开叉。平天护发素有维他命源和200%修护精华。全面修护有助减少开叉50%，好似个营养喷咁，将啲营养喷到落发尾。开叉喷就晒啦！健康嘅头发要飘到发尾都要好有营养。我把长头发净系信平天。唔该，有边几只色可以拣啊？我哋啲低色好受欢迎噶，睇下有边只色啱你。拣深水低色嚟 JCG 开句声就得，信泰首选 JCG。全城瞩目的新城市广州凤凰城，全新推出的半山洋房，现代建筑精髓和自然环境完美结合，两房两厅至五房两厅，送全屋雅致装修、家私、电器，每尺仅售260元起。浪漫阳光别墅 Sunshine House， 独特的阳光屋设计，更令生活处处惊喜。莲花园总面积2100尺起，售价仅48万几起，碧桂园给你一个五星级的价。冇灵喎，掂紧，掂咧，爽咧，咕切咕切咕切地，安全还是奥尼安全套。水嫩净白，越敷越晶莹剔透，雪如美净白莹彩面膜。开始觉感冒，落迅速速度，预测明日空气污染水平系偏高。空气污染指数由乐迅感冒零及进口国内乐迅易可惜赞助播出。广州怡和山庄，请你继续欣赏回首2003财经要览。股市咧係反映經濟嘅寒暑表，咁喺沙士過後咧，本港經濟復甦嘅勢頭咧越嚟越明顯，恆生指數咧亦都重上咗12000點嘅水平。咁特別係臨近年尾，咁多隻嘅大型內地企業嚟香港上市，咁吸引投資者蜂擁認購，凍結嘅資金數以千億計，咁將投資嘅氣氛推向高峰。
户在银行未开门之前就大排长龙，索取认购新股申请表和招股书的场面很久未见过。今年全球上市集资规模最大的中国人寿保险，这个月中在美国裕托证券和本港主板挂牌，超额认购171倍，冻结资金达到2000亿元，是1997年北京控股以来冻结资金最高纪录。新股上市认购反应热烈，但是同时也都暴露了不少上市招股机制的问题。长城汽车上市的时候出现印制申请表和招股书不足，而中国人寿上市的时候更加出现收票银行拒收黄表和报章上印错新股分配结果。我覺得香港嗰、那個呢、這個招股個程序咧，都係可能咧都適時應該時間去檢討一下咧。我認為咧，盡量係電子化咧，減少個人手操作。今年港股表現可以用大上大落嚟形容，一場沙士疫症嚴重打擊投資氣氛，恆生指數最低跌至8400點水平，係1998年以嚟嘅低位。但係其後疫情逐步受到控制。加上中央政府推出多项刺激本港经济措施，包括个人游和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外资大举入市带动下，恒生指数显著反弹，沉寂多年的国企股再次成为今年市场的投资重点。国企股指数升上4600点水平，创了6年多的高位，多只国企股的升幅更加以倍数计。除了今年港股表现突出之外，外围主要股市今年亦都算是丰收的一年。由于资金不断流入，港股下半年的交投有明显起色，截至上个星期平均每日成交103亿几。至于上市集资方面，在主板上市有46间，创业板上市有27间。今年全球上市集资规模最大的中国人寿保险在香港挂牌，令到今年全年集资金额大约2220亿，比去年增加1倍。今年对于本港证券市场发展可以说是重要的一年，检讨多年的证券及期货条例终于在4月1日推出，其中股东披露权益下限由10%降至5%，令到不少的隐形股东需要申报权益。港交所的架构今年亦都经历不少的变化，去年发生仙股事件，政府委任成立的三人小组研究三层架构，报告除了批评创业板存在价值，更加建议港交所全面交出上市审批权。 The exchange should then be allowed to concentrate its energies on its commercial activities, unrestrained by the burden of regulation and perceptions of conflict. 不过事件引来港交所强烈不满，政府在10月亦都就上市規管架構模式的問題提出4个方案諮詢市場意見，希望明年年底落實。而接替邝其志出任港交所行政總裁的周文耀上場冇耐，就改組港交所。管理一間機構咧，最緊要咧就係減少工作重疊，精簡人手。港交所為了吸引內地更多企業嚟港上市，北京嘅辦事處喺11月正式開幕。标志着香港和内地在证券业市场发展更加紧密。在企业消息方面，和黄正式宣布将会在明年年初在本港推出第三代流动电话服务，而困扰 3G 业务发展的手机供应问题亦都得到解决。另外，中国银行在这个月以12%的折让价13.7配售10亿7000万股中银香港股份，集资146亿元，是今年以来最大宗配股集资活动。提到今年的投资市场，不得不提美元的走势。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问题严重，市场对持有美元资产有戒心，加上美元缺乏息差优势，令到美元急转直下，欧元对美元创面世之后的新高，今年累积升幅近20%。另外，由于美元疲弱，令到商品价格显著回升，黄金再次受到市场追捧，金价升穿每安士400美元水平，金价在今年已经累积升幅近20%。除了股市有可观的升幅，今年楼市咧亦都见到有见底回升的迹象。其实楼价已经跌了很多年，但系9月之后楼市有明显的起色。今次究竟是另一次的小阳春，定是楼市已经见到曙光呢？我哋而家或者系喺个隧道之中，已经差不多到尽头。
開始咧就睇到咧隧道尾嘅曙光。本港樓市遭受沙士洗禮，喺年中陷入谷底，但下半年表現，正如孫明揚所講，已經喺黑暗中見到曙光。我哋係唔可以咁樣讓樓市無止境咁樣跌落去嘅。樓市能夠重現曙光，關鍵在於沙士疫症同七一遊行之後，中央推出一連串振興本港經濟措施，個人遊更緊密經貿關係落實，帶動整體氣氛，市民亦都逐步重拾置業嘅信心。市場預計全年樓宇成交升2%，有87,000+宗。投資移民政策落實，更加為豪宅物業帶嚟殷切嘅需求，豪宅銷情理想。負資產問題亦都得到改善，第三季負資產按揭貸款宗數係2002年第二季以嚟首次回落。但係講到反彈力度最強嘅，其實係商場同商鋪嘅市道。一場沙士疫症曾經觸發一場要求減租嘅風潮。要我哋咧減咗租，我可唔可以叫第三者同我一齊去我哋嗰啲銀行家度叫佢唔好收我啲息啊？但個人遊措施令到零售市道復甦，大旺商場同商鋪表現，並且吸引唔少投資者投資商鋪。商鋪成交係近六年嚟首次突破2,000宗，商場喺年尾更加有加租嘅趨勢。不過甲級商廈就係地產市道當中表現最遜色嘅一環。國際金融中心二期落成，對商廈租金帶嚟沉重嘅壓力。但慶幸的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為商廈市道帶來一定的支持，全年租金跌幅收窄至大約18%。物業市場各個環節都有改善，但亦都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君來集團旗下的恩翠豪庭和愛琴灣被債權人接管，成為近年來罕有的爛尾樓事件。四大地产代理之一的鸿运地产宣布清盘。房屋政策多年来备受批评，政府今年虽然一再表明要淡出市场，但同发展商的关系不单止未见有改善，争拗仲日益激烈。结合多媒体、水幕、灯光及音效的表演，我哋而家依一个唔系一个地产项目。今日政府话呢个唔系地产项目，我话你 insult my intelligence。你以為我豬啊？政府都沒有財力出資興建大型一個文化藝術的設施。他說沒有錢，這個又是愚蠢。有些事是要政府做的。市場之間也都經常有意見分歧，是可以供到80%或者甚至沒有90%的，你就等銀行自己決定咯。冇影銀行仲緊要，仲緊張。如果需要係即係貸款係超過70%咧，佢係好多渠道可以做到嘅。兩個地鐵成日拱啲地出嚟，政府控制到就搞掂。We have no intention at all for giving back any property development rights。樓市仍然係比較低迷，所以我諗都係希望政府能夠或者延長一下佢。政府係決定。在2004年一月起，是恢复实施勾地表的制度。基于财赤严重，政府决定恢复勾地，并且成功协调两铁物业供应。供应问题已经控制到了，以前我曾经讲过八路联军入京啊，八条啊打冧个香港的楼市啊嘛，而家佢冇咗啦嘛。近年嚟困扰楼市的负面因素逐步消除，随住经济明显有起色，投资者入市的信心亦都逐步恢复。楼市经历了多年嚟的黑暗期，展望出年可以稳步复苏。回望2003年，对于本港经济嚟讲可以话是充满了挑战性的一年。而展望2004年，在内地经济蓬勃发展，加上落实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我相信对本港经济会带来更加多的机遇。时间到了，再见。一阵将会播映波顿与勇特约当年今日。